下次还敢来吗？啊？下次还敢来这里吗？还敢？什么意思？敢不敢再来这边钓？敢啊，为什么不敢呢？鱼又不多，就要看流水才会吃。对啊，啊，其他地方不用啊。哪里不用？舀整天的好不好？哪里？我们早上看的那种场不会舀整天的吗？不会，也是吃流水，也是吃流水，对，还是一样鱼要进台开始吃这样子，对，流水变了才会吃。但是它那算是缓升起来的那个，一样啊，应该很漂亮啊。鱼都是在那边一直回游，一直回游，一直回游。不会不会，它也是，不会。哪里可以舀整天？你带我去，我靠。这么好，我只觉得这边是我今年钓十个地方里面算是蛮准的。要说多好没有啦。来了，粗的粗的哦，上头啊上头啊，扛起来呢，上头啊上头啊上头啊，干，我是讲偌大只的哦，嘿，稍等一下。
你卖两米给我炸掉。好了好了 ，OK OK。老妹。啊。你这臭怪人钓到就开始弄啊，你无嘞？干，我想钓底，甲放起来才开始走啊。你别想讲讲，我食好好啊，你甲巴冲来钓。我多趴了几年来。放几块脚底，啊你呢？土豆包里底刨春出来，干你要去加你啊？你就讲扒。不过平常一讲，看他那刚才那个钓竿的动静，感觉鱼很大只，然后是定在那里不动的，你看。啊，你那无得多嘞？哎，你有看，差不多钓过拢无错，我钓的干那脚底有无？拢无叮当啊。那有时大只的安尼定位啊，你吼。我都敢那钓白大嘞，哈有了有了，英哥仔。我操！亲亲！但是一般人看到这种的不会想到的，有一个背杆啊，然后这个点是，我又叫双光皮，嗯，过去一点点的，狼卡给。他儿子在桃园上班，然后他要去巴黎钓鱼，然后问我，我说我巴黎人啊，我跟你讲我的菜园，嗯，啊你这边教我要钓哪里才会有鱼，交换，不然我看他一直拉，用白金鱼。你有办法把链子做成白色的更好？会吗？嗯。那就直接捏吐司面包就好了。啊？那你就直接捏吐司面包就好了。我有想过哎，每次都没有用。拿那个瑞穗有没有？像钓苦瓜一样，那就是白色的。对啊。我用过啊，对你好吗？乌鱼，我会把它捏成条状，有没有？啊？把它捏成条状，然后当重量钩了呀。有泡过水吗？要啊，要沾一点水，它才会比较黏。一点点。我在台中出水口，那个出海口有没有？嗯。钓北鳜、钓红鳜啊，是用瑞穗底。对啊。很多人用这样子啊，就直接用那个啊，就水拍一拍，然后撕成一条一条，对对对对，然后过一勾把它捏掉。有啊，很多啊，偶尔也很多人这样钓啊。有啊，很多啊，偶尔也很多人这样钓啊。哇，今天都是老刘同志在表演。怎么有点像黑毛哎？是蛮大的，捞网多了。还好，因为我这才一号岁。来，哎呦，我操！我手受伤了。我两只手都在东引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有大一点点，有大一点，有大一点。
一公一母嘛，这条是母。他上来看他老公，找他老公。咋回事？脱钩啊！我有关六点啊。对啊。卡在，可能卡在他牙齿大概。蛮大的哦。我关六点啊。有点分量哦。顶了啊！快降档了，可以。这准备超多少块？谁的臭度？谁的臭度？我只不过买到了，我想去把擦擦油给掉。好啊。我不管，这么不行啊，这个这。你衫袂澹去吗？啊？你衫袂澹去吗？会啊。澹去会寒，你袂寒？还好。澹一半。澹一半。还袂烫过就对了。嗯。谁叫你的蜡要打得那么亮？